练气功最讲究天地人一体，天人合一，与宇宙同步。练礼佛手尤其要有这样的意念，礼佛手像在礼敬功佛，必须虔诚才有效果。礼佛手的动作很简单，但效果不同凡响，所以一定要以虔诚的心认真的练，才会事半功倍。柔田门气功是借由精致的运动与松静的意念，让人的身心内外得到完整而正确的运动。我们人因为后天经过长期的折腾，使我们的五脏六腑不断的耗弱，肌肉筋骨不断的操劳，经由真正气功的帮助，让我们由外而内全方位的养护身体。礼佛手功法不但外练筋骨皮，内练精气神，更能利用拉撑的动作对抗地心引力，雕塑出美丽的体型，让我们不仅健康，更能美丽一生。